如果那天我们不曾相遇，如果我的生命里没有了你，ti aiuto a recuperare i fondi, mi aiuti a trovare. Ti a trovare. Moriremo tutti. Chi sei? Postolo, consulente degli investimenti sicuri. Sicurezza, investitore. Benvenuto, sono in giro. Ciao, ciao. 조고, finito. Ehi, che hai detto? Non sei tu il consulente per gli investimenti? I miei soldi non sono ancora nel tuo conto di investimento. Non vuoi nemmeno una commissione? Non sono mai stato interessato ai sondi e spalpi, ma da dove venuto? Devi tornare di nuovo. Ehi, scusa! Di che diavolo stai parlando? Capo, guarda! È un bastardo! Prendetelo!
老大，沃特家族刚刚打电话来，资金已经全部顺利到账，他们坚持要把10%的比例转到你的名下。把新岩的资料发给他，告诉沃特先生，如果他能查出新岩的下落，答谢不必了。哦，对了，老大，收到国内的消息，庄家和蓝海已经出事了。庄老董事长病重，蓝海极客责任新任总裁。老大，庄家内部终于给出了大小姐的照片和地址，我们找到她了。转动的每一下，此时此刻你还好吗？总在梦醒时候。快谢谢我啊，沈曼宁。我爸寄来的？是我妈。我妈为了你爸呀，每次都给你寄一大箱快递，都不知道谁才是她的亲闺女。我爸跟你妈那不是一家人吗？打开看看。哎，假如啊，你爸和我妈真的结了婚，哼，你呀就是家里的嫡亲亲女儿，我呢顶多就是个充话费送的。怎么了？沈叔叔说什么了？哦，没什么。哎，你还在临摹教授的这幅双生玫瑰啊？听说只要这个作业完成了，就能提前修满学分，毕业回家了，是吧？是啊。不是吧？你要提前毕业啊？哎，娜娜，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呢就想早点毕业回家，可以陪着我爸。好吧，看在你这么有孝心的份上，原谅你了。哎，对了，你有听教授说过这个双生玫瑰背后的传说吗？什么传说啊？传说这种玫瑰一直相依相伴，共同生长，一生呢都背向着彼此，直到花期盛开，在阳光的照耀下，他们才能彼此扭转，望向对方一眼。但是，在一眼之后，这两只玫瑰要么同时死亡，要么一只破损，另一只单独绽放。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当你遇到了世界上的另一个一模一样的你，接下来面对的不是命运的高潮，就是死亡的前兆。哇，你少看点这些奇奇怪怪的漫画吧，什么二重身，什么双生化，什么世界上另一个我。哎呀，这不是漫画书里看到的，这是真的。走来，等等我。哎呀，哎呀，慢慢，慢慢，快点，等等我。心妍呀，为了你的安全，我会派人送你去读艺术大学。虽然这是你转学的第13所学校，但是外公向你保证，一旦庄稼和蓝海稳定下来，外公一定早日接你回家。外公，我会好好保护自己，等你接我回家。
Hey girl， 交个朋友吧，我有半个中国血统。 你觉得我来这里是为了交朋友的吗？你说你是谁？ 怎么可能？已经17年了，你还活着？ 易大正门，跟我见个面。 谁在那里？ Compagno, e cosa ha bisogno? C'è qualcuno al piano di sotto che ti sta cercando. È dalla Cina. Cina?请问是您找我吗？是的，庄老董事长和我爸派我来接你，你和校长告知一声，跟我回庄家吧。等一下，您刚刚说谁要来接我？我们认识吗？你不会是不记得我了吧？我是林木帆，小的时候你经常叫我小林哥哥，是你外公庄成安董事长。 和我爸林光一派我来接你回家的，小林哥哥。嗯，欣言，你不会是离开庄家十几年就把我忘了吧？小时候一哥嫌你年纪太小，都是我带你玩的。啊，不好意思啊，您刚刚说您要找的那个人他是叫……我要找的就是你啊，庄欣言。 我不姓庄，我姓沈，我叫沈曼宁，我是艺术系设计专业大四的学生，你应该是不会认错人的。这怎么回事啊？他居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太神奇了！但我真的不是他，我家里也只有我跟我爸两个人，我爸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货车司机，而且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董事长啊什么的。 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啊，对不起，我真的要走了。遇到点小麻烦，花了点时间，我现在马上过来。
娜娜，我跟你说，我遇到了，我真的遇到了。说实话，就是你之前你跟我说的世界上另一个一模一样的。之前说过的那个双生花的传说，说双生玫瑰一旦相遇，你说会怎么样？双生花一旦相遇，接下来不是命运的高潮，就是死亡的前兆。妈妈，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啊，妈妈？Hey girl， 你怎么还在这里？我刚才看见一个男人把你扶上车了。你说什么？我刚才看见一个男人把你扶上车，你刚才穿的衣服也不是这一件。What is going on？ 我刚刚明明就看。Hey look， the person right there。我必须先去救一个人，等我回来。喂，老板，人已经抓到了，放心，没人发现。今天晚上就让他消失，绝对神不知鬼不觉的。铁车，你要带我去哪里？怎么回事？没事，老板，出了点小状况，他醒了，我解决了。那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弄死。是吧？是你？对，是我，我来救你，快走。
你没事吧？我叫庄心妍，我叫沈曼宁。这些人是冲着我来的，他们要抓的人应该也是我。只不过你和我长得太像了，他们错把你当成了我。不过你别担心，我会把你送回学校，你好好待着，哪儿都不要去。我会处理好这些事情，不会再牵连你。 好吗？那就做好了。啊，好。啊！怎么办？他没有追上来了，怎么办？ 打电话，密码1121。打给谁啊？通讯录第一条第一个，打给我的。 또래 금이스 나온 날로도 돌아 이들로왜 Mi dispiace. La ragazza alla guida dell'auto si è rotta allo sterno proteggendo un'altra ragazza in pericolo. Poiché l'osso le ha perforato i polmoni e il cuore, non siamo riusciti a salvarla. L'altra ragazza ha subito un grave trauma, compreso un danno alla cornea. Sarebbe stata cieca se fosse sopravvissuta. Fio. Ma c'è qualcosa di più importante, Fio. Temo di aver bisogno che tu entri. Nel corso del nostro salvataggio abbiamo scoperto qualcosa di importante e sorprendente. Abbiamo scoperto che entrambi si assomigliano esattamente. Fio, la ragazza che è ancora viva, si è fatta perforare l'occhio da un vetro rotto e la sua unica possibilità ora è quella di procurarsi immediatamente un nuovo paio di corna, in modo che possa vedere di nuovo quando si sveglia. Ho pensato, visto che la ragazza che se n'è andata l'ha protetta con la propria vita, sarebbe stato meglio donare le sue corna alla ragazza che è ancora viva.
你醒了。你是谁啊？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是你的未婚夫。我就不认识你，我也没有男朋友。对了，你是不是也把我当成那个跟我长得一样的姑娘了？我们是长得一样，但我不是他，他叫庄心妍，我叫沈曼宁。沈曼宁死了，你叫庄心妍。怎么可能？我现在好好的，我活在这里，你说什么我死了？我不是庄心妍，我是沈曼宁，我不是庄心妍。你们别追我！哎，你们别过来，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你冷静一点啊，你别冲动，很危险那里。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庄心妍，我真的不是他，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了。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要再过来的话，我真的会跳下去。不许碰你的眼睛！你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有人已经替你死了。你能看见这个世界，是因为你用了他的眼睛。你说什么？一辆车上两个人，既然你还活着，那死的那个是谁？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你们的命中注定。既然已经有人在车祸中离开了，那么活下来的那个人，已经不再属于你一个人的人生。你必须替为你离开的那个他活下去。你就是庄心妍，你也只能是庄心妍。你必须替离开的那个人活下去。听见。
失去的总要叫人长大，我不能不能听我替我回去庄稼，一定要回去庄稼，帮我拿回下去。严星城，是吧？你要我代替庄心妍回去庄稼，我要去多长时间？一年够不够？我这条命是心妍救的，我的眼睛也是他给的。双生玫瑰，如果只能有一直活下去的话，我愿意代替他跟你走。秒针滴滴答答，转动的每一下，此时此刻你还好吗？曾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假如放下一切，仿佛这场冒险，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回到故事的原点？假如勇敢一些，也许在平行世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秒针滴滴答答，转动的每一下，此时此刻
还好吗？总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假如勇敢一些，不再是平行线。